赛罗师傅，你这也不太行啊，再不快点我就要超过你了。布莱泽，你别得意，我现在开始加速了，你可要看好了。爸爸，你加快速度呀，布莱泽叔叔都快要超过你了，小伙伴们可都在看着呢。咦，这个时候是谁的电话呀？喂，是小迪家呀，我今天没在家，在看爸爸比赛呢，你快看，他们还没比完呢。小赛罗，你们快别比赛了，快带赛罗叔叔赶回来吧。贝利亚带了大批怪兽闯进了你家里，还把格力乔和小乔乔都给打倒了。贝利亚，你这个可恶的混蛋，你们不许伤害我的女儿，快把我女儿给放了，赛罗要是知道了一定不会饶过你的。你别指望赛罗了，他正和其他奥特曼在比赛，没功夫回来救你了。今天我就要狠狠地教训你们，好好出出这口恶气。不好了爸爸，你快别比赛了，格力乔妈妈和小乔乔都让贝利亚给抓起来了，你快去救他们呀。什么？这个可恶的贝利亚趁我不在就去家里搞破坏，我现在就赶回去把这群可恶的怪兽给做个稀巴烂。小赛罗你别担心，我也跟赛罗师傅一起赶过去救格力乔和小乔乔，我早就看这个贝老黑不顺眼了，今天正好也让他见识见识我们新生代奥特曼的厉害。好你个贝老黑，快放开格力乔和小乔乔，我看你皮又痒痒了吧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快跑呀，赛罗发大招了，再不跑又要挨打了。老大老大，你等等我们呀，你怎么跑得比兔子还快，你刚才的威风去哪了？哎呦我的妈！